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北大小事，你我关心的事，我是主持人李云珍。我是台北市议员丹文山区简淑培，简淑培。我们今天呢邀请了一个来宾，是台湾猛禽研究会我们的秘书长张宏明。主持人好，淑培好，大家好。我们今天啊找到了猛禽协会，不知道他有没有很猛。他们关心的动物很猛。对，那可是呢，我就想到说，讲到这个猛禽，大家就想到像老鹰啦，或者是像猫头鹰也是一种猛禽嘛。对。那讲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到说，我以前哦常常开车上班的时候，经过环东大道，是都会看到，就是大概八九点的时候啊，都会看到有一只老鹰，对，它就站在那个环东大道旁边的路灯上面，那时候就觉得好有趣哦。原来淑培也看过，对，我曾经就是在跑行程跟上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曾经看到他在这个电线杆上面伫立，然后在这个眺望着大家这样子。另外我们居高临下的感觉，对对对对。另外我的选区哈，就是文山区要上信义快速道路的地方也有。也有一只，对，也有，而且它就是常常也会在景美溪上面在盘旋，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我过去我在文山区服务大概十几年时间，我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我是看了老鹰想飞的这个纪录片之后，我才开始关注到我的生态，我生活上面的生态，我才开始把我的这个所有的关心事业开始关心到这些生态。我觉得说的对耶，所以说这个现在目前凤头苍蝇在台北，那我之前有跟秘书长聊了一下啊，其实这个凤头苍蝇第一次看到在台北哦，是有一个建中的小朋友哦，他发现的是1988年啊，那个时候才会有的。那凤头苍蝇为什么会在台北？其实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生态链。不过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下何谓猛禽协会，哪些是猛禽啊？我们请这个秘书长先跟我们讲一下。我们是一群很喜欢猛禽的人一起集合在一起，那我们这边可能有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那也可能也有教授，可能也有其他的猛禽研究者，那也有一些就是一般的上班族或者是学生。那成员大概有多少人啊？我们目前大概有200人。那我们是一个非常小的团体，还有兽医啦，很专，对对对。那我们很专注的，就是我们很喜欢猛禽这一类别的生物，所以我们会聚集在一起，一起做猛禽的调查、研究、保育跟救伤活动。那是从什么时候？1994年的时候成立。对，1994年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地下社团，就是说它不是台面上登记的社团，我们是到2001年的时候，我们才正式登记成正式的社团。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有去推动一些政策的拟定，是不是？是啊，因为我们在研究猛禽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说，其实整个台湾的环境一直在不断的变坏。那不断的变坏的原因，我们开始去了解，发现说，最早是由沈振中老师开始发现的，对。那因为他研究我们台湾的一个物种叫黑鸢，那他发现说黑鸢的数量一直在消失当中，那他想要了解为什么，那他跑遍了整个台湾去了解说，去调查这边黑鸢的数量，那我们统计到最大概在1991、1992的时候，那个数量非常少，大概全台湾算起来只有175只黑鸢。刚刚有跟秘书长聊过，他说以前啊，就是可能我们小时候那个黑鸢多到程度哦，是在二重疏洪道旁边的电线杆，你看到中间的电线嘛，那个黑鸢都会站在上面，它可以压垮那个电线杆，让电线下沉。对对对对。那这个是早期鸟有叙述的景象，它其实也证明说我们台湾其实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就是黑鸢它可能是到处都有的。那为什么后来突然间就消失到剩下175只？那沈老师他开始做了他20年的追踪的生涯，就是说他在研究黑鸢为什么消失。那在20年的研究当中，他也不断的呼吁大家要去保护黑鸢这个物种，也保护所有的猛禽的栖地。那到最后由林慧山出来接手说做黑鸢的研究调查，屏科大他们发现说，黑鸢可能因为他们找到黑鸢的尸体，有一些是他中毒。那中了哪一些毒呢？它可能有一部分是中了农药的毒，那有一部分是中了灭鼠药的毒。那
还有就是它可能因为猎人的猎捕或者是栖地被开发掉，所以它整个数量越来越少。嗯哼，那我们要怎么样反转这个过程，让他们被停止，或者是让他们的数量可以再变多？那个部分就必须要有赖于我们去做整个社会的推广的运动。我们来看一下哦，其实在2014年11月的时候，在有一个南方鸟类论坛，那房检局有宣布说2016年开始要禁用这个家宝浮水旋迹、可不可以来名词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家宝浮水旋迹？家宝浮是一种农药，那这个农药通常在使用上面是针对害虫的部分去做防治，可是通常我们台湾的人都会蛮有创意的，那因为本来它是针对害虫去用的，可是因为我们在种田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你必须要播种，那播种有 很多不同的方式，有的是用育苗的方式，那有的是把种子直接撒种，直接撒种出去的，那直接撒种出去对于很多鸟类来说，它可能就是你来恩赐我一些食物，那就像我们公园把食物撒出去，那鸟就过来吃，那对他们来说是这个样子，可是对农民来说，他的心血就不见了，他可能就被吃掉，他可能这一季的收成就没了，那有不同的方法来因应这件事情，因为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的方式来因应、那最简单最早期的方法就是啊，我把那个稻谷去泡那个比较高浓度的农药，比方说像加巴夫、那它泡完之后它就变成是有毒的东西，那就吸引一些鸟来吃、那吃完之后这些鸟就直接倒在旁边，那它继续撒种子、因为没有鸟了嘛，因为都死了、那他们就可以开始种、那这个鸟死在农田里面，对黑鸢来说它就是一个很棒的自助餐、然后它就来把它吃掉、那吃掉的同时它就变成说它也中毒了，就等于是一个食物链啦、我今天最底层的，我觉得这很有趣哦、就以前其实我们早期都想到就是在稻田里面不管是种什么稻谷、其实都看到稻草人，那个是老祖宗的这个最生态的这个驱赶虫的鸟跟一些害虫的一个方式，但后来农药发明了，农药开始使用在这个农业上面的时候，大家就不需要再有稻草人了，因为农药就是最好的稻草人，因为它直接让这些鸟类就死掉了，但死掉的同时其实我们这些农药也真的是使用在农作物上面，那如果反馈回来在人类的生态上身体上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啊。是啊，对啊，对。 OK， 我们再看一下，其实在2015年6月的时候，草消保育行动平台也有推动说变成这个房检局要宣布2016年的时候要停止全国灭鼠周的活动，看到灭鼠周这个活动，这个不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吗？尤其在都市里面更需要，不是吗？对，我们老鼠其实一直是人类的公敌，那我们一直想办法是想要把它灭绝掉，那我们也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方式来灭鼠，那其实我们国家在针对灭鼠上面来说，它有不同的层级在做执行这件事情，那房检局的功用就是它提供一些灭鼠药给各个里办公室或者是各个农会，那免费提供，那每年的灭鼠周它发放出去可能几百吨的那个灭鼠药就这样发放出去，可是我们只有做一周的时间去灭鼠而已、那要问的是这一周之后老鼠呢是都被杀光了吗？如果可以被杀光的话，为什么每年都在做同样的灭鼠周的活动？所以表示这个部分是需要被监测的，就是说你到底灭鼠药有没有用、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灭鼠周，同时很多兽在灭鼠周进行的同时，很多野外的鸟类也一起死掉，因为他们可能去捡老鼠的尸体吃，那就有后续的死亡。那另外呢，猫狗还有猫头鹰、他们进动物医院的比例就会增加，因为同时在灭鼠周出现的就是这些猫狗也会去吃到这些老鼠的问题。是，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想，我平常没有想要觉得说对于人类来说、只要把老鼠杀了，因为我们也不会去吃老鼠、所以我们把老鼠杀眼不见为净就好、可是对于这些猛禽类、或者是惯常要去吃这些这个老鼠的、也许他们在生态上面就会有一些影响。对，那以这样的方式来说的话，你可以选择的是
你换成不同的药物，就是说这些药物可不可以是去对后续去吃它的动物是友善的，那或者是你用另外的方式来灭鼠，包括说你尽量让有一些可以吃掉老鼠的动物进来，然后让他们维持他们的数量，它其实就可以消灭一部分的老鼠。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猛禽哦，不过我们都还不知道有哪些到底是在都市里面会存在的猛禽。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探讨一下。Yo, check it out, yeah！ 网络交朋友怎样才安全？各自不乱填，坏人看不见。Woohoo！有网址不乱点，小心有诈骗。交友要慎选，约会惜半件，地点要安全，野狼不出现。记住以上这几点，网路交友乐无限。Oh yeah！台湾人很环保吗？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是不是一只鸽子背着高利贷？那是环保标章。你看这边有说环保啊，你看纯天然，讲究好，不是吗？有环保标章才是对健康好，对环境好，而且经过政府验证通过的。最好还是上绿色生活资讯网。台湾人，你们真的很在意环保哎。欢迎回到台北大小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关心都市的生态，我还不是郊区的，因为在台北市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大概八种的老鹰，八种的猛禽，那这八种到底有哪八种？我们等一下来讲哦。那不过呢，我们可以来讲说这有关于生态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后面啊有一些这个红豆是老鹰红豆，为什么这个老鹰专门吃红豆吗？这个齁，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他是花莲人，那他来上课的时候都曾经就常常带着西瓜啊来分享给我们啊，然后他就会说这个我们是花莲人吃的西瓜哦，然后我们就说花莲人吃的西瓜跟台北人吃的西瓜到底有什么不同，然后他就说哈哈哈，你们都不知道，他说我们之前呢在乡下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啊，这个齁就是有用一些这个农药的哦，就是先卖来台北这样子，因为台北人啊习惯买什么又漂亮sweet又好看，然后又大的这个不管是蔬菜或水果，但他在种植的过程当中，他要为了维持他的这个美观或者是量不要被虫咬，他就不能被虫咬，不能什么，所以他有可能在选择上面他就会选择可能对环境比较不友善的这个农药的方式。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在选择，我们身为消费者，我们自己在选择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要选又大又漂亮，反而不会去反观就是说这个农法是不是对于我们的土地友善，我们去买它。但现在当然慢慢的就越来越多的厂商或者是说倡议者开始就提出我们要去消费者要当一个聪明的消费者，就是说我们在消费的时候，我们可能愿意多花一点点钱去买的这个产品，是农夫愿意花多一点功夫在友善我们土地上面，用耕作的方面，你知道友善耕作其实要花时间，所以现在包含这个所谓的老鹰红豆，这老鹰红豆其实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老鹰想飞的这个纪录片之后，大家去反思，去反思就是说我们如何吃的这个农豆，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不只对土地友善，对于爱吃红豆的鸟类也要友善，对于吃下肚子的人类也要身体健康，所以就有这个不管是面包或者是这个红豆齁，其实我们就有一个也不止一个厂商啦，其实好多个厂商其实开始在做，那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功劳者就是猛禽研究会，因为他们把这个老鹰想飞的这纪录片里面其实开始介绍了这个观念，那从红豆我们往外延伸所有的这个植物或者是所有的农作物，其实我们都应该用同样的方式去检视它。那我们再来看其实猛禽研究会他们还有一些最根本的想法，就是你们成立这个研究会最主要的四个宗旨，
我们其实只是一群喜欢猛禽的人、嗯、那我们在一起做猛禽的调查研究、嗯、那我们呼吁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个类群的动物、嗯、哼那我们也希望说对他们的保育做一些建树也希望说如果我们人类对他们有一些伤害的时候可以对他们做一些救伤的活动让他们可以早一点回到大自然里面去不过讲到这个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知道说哪些是猛禽啦从头开始讲的话、哦、其实我们说到在大台北地区、哦、可以看到所谓的凤头苍蝇甚至在大安森林公园里面都可以看到两巢了今年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哦、到底哪些猛禽嗯哼，可不可以请秘书讲？全世界的鸟类大概有10000多种，嗯、那猛禽在这10000多种里面，大概包含日行性猛禽、夜行性猛禽，大概占了400多种。嗯，哦，在整个鸟类的世界里面来说，猛禽算是比较少的。嗯、那比较少，可是它又担负很大的责任，是它要控制其他、嗯、在生态系里面一些刺激消费者的那个他们的数量。因为它是肉食性的，它专门去吃别的鸟类或者别的动物，所以它在整个生态系里面就担负一些比较重要的任务。嗯哼，那要怎么样进入猛禽这个范畴里面哈，让大家可以让它可以升上这个王座呢？第一个是它必须要具有绝佳的视力哈，猛禽的视力，猛禽的眼睛的比例在鸟类在占头部的比例来说，在鸟类里面算是比较大的。嗯哼。所以你看到猛禽的时候，你会第一眼看到的是猛禽的鹰眼，它锐利的双眼，对，嗯，它的视力哈，它对于动作的敏锐度是人类的2倍以上，嗯哼，就是说它很善于去看到动物在动的那个状态、嗯。那另外呢，它远近的话，它可以看到比人更远8倍的东西，比方说它，我们可以。同样距离的东西它可以帮你放大一点中间放大一点就是它可以看到所以它是自备显微镜的意思吗、嗯、自备望远镜望远镜而且是定焦的哦定焦的望远镜、欸、它可以变焦、嗯、它可以变焦、哦、对变焦对那对它来说视力是一个它要捕捉到猎物一个重要的工具、嗯、那另外一个是它必须要具有钩状的嘴巴我们看一般的鸟类很多都是直的嗯那、啊、直的对于它们吃的东西来说它们就会有不同的选择、嗯、那像麻雀的嘴巴就是一个锥形的三角锥状的啄、嗯、米的那它去啄米对、嗯、那像鹭鸶的嘴巴就像一根毛一样它可以去啄水里面的东西、嗯、所以它可以比较长一点、嗯、那对猛禽来说它钩状的嘴巴不是因为它要用嘴巴去咬它的猎物、嗯是因为它要用它的又勾又尖的爪子去抓到猎物之后它要用它的嘴巴去分解、嗯、哼那嘴巴对它来说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我们人类用刀叉来吃东西、嗯、一般的鸟类、哦、通常都是用嘴巴去啄东西、嗯、哼那对猛禽来说它是用爪子去抓到东西之后来用嘴巴把它分解掉、嗯、哼所以它等于是比较进化的一种鸟，是不是？哎、欸，所以爪子也是刀吗？爪子是它叉子，它的刀叉啦。哦，所以刀在嘴，然后叉子是在这个爪子上面。先把动物猎物固定之后，用嘴巴去把它打开来。我们来看这张照片哦、喔嗯，我看到这个爪子真的太可怕了，它好像是整个。嗯、鱼鹰的话，为什么它要有这么长的爪子？鱼鹰哦，鱼鹰是一种特化的鸟，它专门吃鱼。嗯哼，那我们知道鱼身上会很滑，对不对？咕溜咕溜的，你抓到它，它就会滑走嘛。嗯哼，那它的爪子上面哈，你会发现它的那个脚掌那边、嗯、有一些肉状的棘刺哈、嗯。那让它抓到鱼的时候，它不会滑动滑走、嗯，所以对它来说，它就是抓鱼，而且它爪子那么大，它可以抓比较大只的鱼。它这个有点像抹布的效果，对不对？嗯、我们要抓鱼的时候，像那个要让它不滑，厨房手套。对啦，走到对，还有防滑纸、防滑垫的功能就是了。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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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欸，所以说有大概有哪些在台北市来说的话，是有很多的日行性的猛禽吗？在台北市常见的日行性猛禽、喔、大概只有一种叫做凤头苍蝇。嗯嗯。但是有其他的猛禽，在整个台北都会地区来说，他们都会存在，因为他们可能会飞进台北市来绕一圈，然后再出去。那有哪一些？像大冠鸠，像。右边最上面这只大冠鸠、嗯，然后它有凤头苍蝇，就是旁边的中间这只凤头苍蝇。
那它也会有黑鸢，黑鸢在我们那个整个新店溪淡水河上面就会可以看到黑鸢。嗯哼。那还有我们上次在大安森林公园有看到游隼。嗯哼。嘿，那这些猛禽哦，它们都有可能会出没在我们的上空，那我们可以看到，嗯，包括说接下来我们九月、十月的时候会有过境的猛禽会经过我们头上，像赤腹鹰、灰面鸠，它就有可能会从我们头上飞过去，在十月份的时候，因为前年有一年那个整个那个南部都在下大雨，那一年整个台北市的上空就有很多灰面狂鹰经过，他们也会看天气就是了。对对对，他们要南下的时候经过台北市，然后发现说前面挡住，他们就只能在我们这边上空盘旋，所以那个时候如果大家有抬头也许就看得到他们。所以猛禽也会是过境的候鸟之一，也有留鸟，也会有候鸟。哇，这个太有趣了。我们再看到其实哦，在很多的地方啊，我一直很好奇说为什么台北市里面会有猛禽，因为我在想说如果是猛禽的话应该都是在山区啊，那你如果要看的话也许要到这个可能大安文山区啦，或者南港内湖区，或者是在士林北投区那里才能看得到。哎，可是在都市里面也可以看得到，这是为什么呢？早期哈，我们真的要看猛禽，一定要到郊区去看，因为其实我们在台北市里面，其实真的很难看到猛禽。嗯哼。那最近几年，因为我们整个都市都在扩大，其实各地都一样。比方说我们五都嘛，五都它就把其他的乡村包进来，那它的城市就扩大了。嗯哼。那扩大，有一些原本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它被包进来城市里面，所以你城市就看得到他们。还有就是我们城市在建设，就会有一些从化区，这些从化区它是从原来的可能是田野，可能是森林，它必须把它铲掉之后盖新的建筑出来。那这些猛禽应该就走啦，怎么会变成说猛禽来到都市呢？对于他们要生存下去，他们要选择他们生存的策略。那有一些鸟类他会选择说离开，因为离开对他们来说最安全，就去山林，就山里面。可是去山里面他还有面临到一个问题，他到新的地点他要找到食物方不方便，然后他抢地盘可能抢不过人家，对，抢地盘，对，栖地的部分也是一个要考虑的部分。那他们就有一些先驱者会进到都市里面来，想要知道说在都市对他们讨生活到底 O 不 OK。 那所以凤头苍蝇算是一个先驱者，他就进到我们都市来看看都市适不适合他。那我们台湾在2000年左右开始凤头苍蝇就进到都市里面来，北中南的各地都有募集到说凤头苍蝇进到都市来，甚至开始做繁殖，筑巢繁殖。那对于我们喜欢看猛禽的人来说很高兴，因为我不用再到郊区去郊区去看，只要出可能走出去捷运站抬头，可能我可以看到凤头苍蝇出现。那对于整个生态的意义来说，其实它象征的一些意义，包括说我们人跟野生动物之间的相处之道开始要面临一些改变。那包括说我们都会怎么营造一个环境让野生动物跟我们人可以和平共处，因为我们人不是唯一在大自然里面唯一的生物。那这个部分其实很有趣，那这个部分的研究也是很多各地在研究那个动物的一个新的主流的方向，就是人跟动物之间怎么样去面临到的冲突，或者是面临到的一些共同的问题必须要被克服。对，那所以这牵涉到后来就变成一个生物多样性，在都会里面的生物多样性怎么去建立，然后它的有哪一些指标是可以让他们看得到说这都会的生物多样性可以慢慢的变多。那其实猛禽是一个很主要的指标，因为它吃很多其他的动物，所以它存在的时候它可能代表的是这个食物链的最上层，对，它可能就管了很多其他的食物，所以当你看到一只猛禽你就会知道说
哦，它下面可能就有这些动物的存在。嗯嗯，这个生物链应该算是很完整的。我觉得刚刚洪明讲到有一个东西，就是说生物的主流性，动物的主流性。过去我们在整个城市在发展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人的主流性，是人需要在城市里面要怎么样活得下去，活得更好。但我们忘记人要活得更好，其实这些生物要共同同时的存在。所以我们现在城市发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去调查生物的多样，而且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在生物的主流能够慢慢的进入到城市发展里面，我们这些主政者，我们这些政治人物应该要去看到的，就是说我们在同时在盖一个公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看到这边的生物会不会因为盖了这个公园而被破坏。比如说我要讲我们在大安区有一个中埔山步道，中埔山步道呢，那个时候就希望有人就因为想要晚上去那边运动，所以他就希望在那边设路灯，但就有民众出来说不行设路灯，因为这边开始有萤火虫了。但萤火虫出现，你知道路灯如果设了，萤火虫就消灭了。那这个其实是冲突的，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我们非常努力的在保护我们的生态，让我们的生态更好，所以我们开始有很多的生物开始出现在我们周边，但我们为了让人类生活更方便的同时，我们会去设置的某一些的建设，但这一些建设一设下去，这些生物就不见了。所以如何和平的共处就是现在的课题。我们很高兴的在大安森林公园里面或者是在林里公园里面开始看到凤头苍蝇，那我们如何让凤头苍蝇跟人类和平相处，我们都能够生活在这一块土地上，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公园里面去一起生活，这就是现在最重要的课题。对，所谓人的本位主义哦，要怎么样去跟生态做一个平衡，其实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那可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讲了这么久，好像还没有讲到凤头苍蝇到底长什么样。没关系，我们卖了个关子，我们下个礼拜欢迎再来收看我们的台北大小事你我关心的事，我们下周见。